大家好，我是陈月苗，我阁继续念第二首诗。三月一棵莲花，咱做伙来对诗，咱二二八牺牲的身贤身力，牺牲的这个啊勇敢的高中青年、大学青年，哈。三月一棵莲花，三月一棵莲花，开甲满山边，细细的花。淡淡的清寂，短暂飘渺的存在，一阵风来，拨落树卡满满是。三月一棵莲花，开伫街路边，自倒梳头到倒梳尾，一阵初春的寒流来，轻轻飘落，无声说。三月一棵莲花。开伫田头边，田头田尾拢有伊。一阵阵春天的炮声响起，应声可能花坠落地，甲春泥，无声无息无听见，无影无迹找无伊。三月的可能花，台湾头开到台湾尾，山边开到海墘。街头开到巷尾，一阵外海大风吹来，拢总无声无息坠落地。三月一棵莲花，每一冬规片规片开甲满满是，随风摇摇摆摆穿梭，岛民寒枝仔囝轻薄的运命。可能花是咱佛摩萨的原生种，即阵啊，三月、四月拢开花开甲足水的。有一天，我伫咧散步，伫中正大学校园后山咧散步，看到可能花，安尼随风吹落来、拨落来，就发想起咱即个二二八英灵牺牲，就亲像遐可能花安尼。无声无息就跋落去，那像咱台湾人的文明。不过，这个文明，咱敢要让它继续轮回落去？我请咱所有的台湾观众朋友、父老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思考，咱会当安怎来解脱这个四百年来不幸的？予人不断大屠杀的这个轮回的文明，哈、哦，而且向大家啊请安，啊过来向咱的二二八英灵对师敬拜，祈求咱的二二八在身贤身力，因的意志，因的勇敢，因的智慧，会当。予咱启明，予咱启发，予咱追随因的脚步，勇敢来对抗无公正、无公义的外来政权。有一天，咱一定要站起，做咱家己，伫世界走跳。安尼，到这，多谢分享到这。好。Summer, tunnel this.Doli mudu asang, doli mudu asang, hanem kundaliye, hanem kundaliye, dee.